心情、最真誠、最理智一票反對呢個方案啦，好！廢除功能組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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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我真普選，還我真普選。保持冷靜，我哋要保持克制，長期抗爭下去，係咪？嗱，我哋而家暫時就咪就用咪講幾句有冇？各位，嗱，跟住個行動咧，我希望大家遵照大會嗰個指示，因為今日咧10:00就休會嘅，今日係冇辦法表決，要延到聽日。我估計喺聽日中午之前就一定係可以表決，然後就通過呢一個民主黨版嘅區議會方案。但係聽朝早呢度就一定係好少人，唔係好似夜晚咁嘅，所以我哋就要睇下大會點樣安排。如果聽日表決通過咗之後，我哋唔夠多人喺度聚集都冇問題。我哋7/1上街，我哋繼續集會。各位，你哋呢兩日辛苦啦。我頭先嘅發言，我諗大家都睇到。但是我沒辦法講完，因為只有15分鐘。這一條路是很艱難的，各位，因為連民主黨都跟建制派沆瀣一氣，狼狽為奸，葬送香港的民主。所以我們未來這條路是要靠我們自己的，對嗎？好像國際哥說的，從來就沒有救世主，一定是靠自己。所以大家不要氣餒，不要灰心。我送一首詩給大家，是宋人楊萬里的《桂園譜》。他說：萬山不許一溪奔，難得溪聲日夜喧，道德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水出前村，民主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掌声鼓励，好有道德有美的郑家富。要 check it